OK， 那我看个表。OK， 好，谢谢。那我们延续上一个那个问题，所以其实对你来讲，你觉得有浏览人次的这个设计，其实是会鼓励你继续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会被大家看到。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新闻，就是希望你做的新闻可以被大家看到。因为你如果没有看到，那你做那个东西干什么？但是人家跟我说，哎，哈奇巴巴，你写的那个，每次一大堆的YouTube 的东西发，那谁看啊？因为他们去找公民新闻报是什么东西都要剪辑好的，然后他们把那个东西做一个后置，然后放在公民新闻报里面，他们会选择用那样的报道，就是说已经一个可能一个一天的或者两三个钟头的一个新闻，他们把已经浓缩好的一个东西放上去。那但是我那样的话，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很麻烦，他们可能还要怎么样，但是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那么时间，他宁愿找别人已经弄好的，如果是一个大的这个报道的话，那很多人去做，当然已经有人已经剪好了，他们方便。就跟传统的记者都是两分钟一个嘛，对不对？很简单，那一看两分钟。那对我的来说，我可能，像上次那个，游行，多少呢？看很多画面，应有尽有。所以像，因为 paper 有这样的设计，所以这样对你来讲，这是一种，我觉得也算是一种鼓励，就是因为你知道有人在看这东西，你就有动力去往下走。但是像新头壳，它就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设计。那你觉得在使用上会不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你觉得能够多一个管道，对你来讲就是多一种，就是多一个能够被看到的机会？其实我在新头壳上面，虽然我的点阅率，也不高呀，市场没有那么高。但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我也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新头壳上。说实在，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在 Pebble 上面全部东西都在上面，可是我只是少数的我会贴到这个新头壳来。那但是我发现新头壳上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地方，就是我的东西常常上公民连线的头条。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其实我跟采访过中风家总制作，那他说其实公民连线的那个首页的那个公民连线是由他亲自去挑选的。那其实那个东西，所以你觉得被选上去是也是一种？那我超开心的，我说哎呀，我跟我先生爸爸，我的又上了头条。但是我在 Pebble 却没有常常上头，也可以说很少上头条，因为太多太多。那你觉得你对你来讲上头条，你觉得是一种肯定吗？当然了。那你觉得这种肯定是一种来自于编辑部的肯定吗？就是来自于 Pebble 网站本身的肯定。那就表示他们挑出来，表示说，哎，他们觉得我的新闻还不错才上去，那当然是很开心了。OK。那另外一个层面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在 Pebble 我的报道，哎，怎么了？啊，荧幕修理。好，拜拜，谢谢。那我的意思是说，虽然Pebble 我放了那么多的报道，那也将近400了，可是我的东西很少上，很少上这个头条，也很少人推荐，但是我照样乐此不疲。啊，哦，那是你的，因为你用完，他有那个，我用他的那就可以。这个借我一下，给我搞个啊。你要暂停吗？换一下哈，不用暂停，你直接拿起来。换一下，狸猫换台。来，谢谢。这样可以吗 ？OK 吗？数字在跑吗？头会塌掉点。那就那你帮我调一下吧。这样可以吗？调好点，对。对。或者往后推一下。这样。OK， 这样好。OK， 好，谢谢。
你那边看不到呀，你要不坐过来一点。我这样子多可爱啊。所以就是说，其实这种网站的设计，然后会有比如说像是头条，或者是可以看到浏览率，对你来说都是一种鼓励。对，因为就是因为你觉得这是一种肯定，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声音都传出去。嗯，对，是。那除了这两个平台之外，你还要选用什么其他的平台？我其实，在 Google 什么 Plus 那边有，那我也有在，其实我在别的地方有开，可是呢。实在是发现我没有力气再掏，就是信投科技第二个版本再去搞第三个，我实在是没有那个力气。Facebook 上的那个 Facebook 上的贴文，哦，是单纯自己个人分享，还是说它也是当成新闻平台来使用？在因为我实在没有力气搞这么多，所以那如果要在 Facebook 上面。那的话，因为它很简单，你只要按个分享，然后把你写几句话，就是一条了。那可是你如果要到网站，到客户上面，你要把它 copy 出来，然后再贴回去，然后呢，要下个标题，然后还要它里面还有标签，还有分类什么什么什么。多一点手续，那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力气，所以就分享。有时候分享完也没写什么标题，也没有留言，然后就出去了。对，那最快的散步的新闻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他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说，哎，你可不可以加我做脸书的朋友？因为我希望经由他拿我的新闻。因为他如果加我的话，我的东西会到你的，你会收到我的东西嘛，对不对？有时候看到。对，那他会看到啊，那他看到的时候，他也许就顺手就把我的东西弄出去了，那也许我的东西就别的地方别人就会看到，我的不管是我关注的议题，或者是我写的文章，都会有机会被别人经由他。被别人看。那我简单就是可不可以请你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就是像结论这样，就是像是这两个新投可跟 PayPal 这两个平台，你在使用上你觉得他们各自哪里的优点，就是各自哪里有优点，然后各自在使用上哪里有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优缺点稍微做一个比较，没有好坏，就是说可能 PayPal 它就是什么地方你觉得它PO文的方式比较友善吗？比如说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因为 PayPal 它原来它是这样，新投科原来，我有一些抱怨，那但是我经由他们告诉我以后，我这个人有问题我一定会讲的，所以为什么我叫好奇宝宝？因为我就要问说这为什么不能改善，这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是会问很多问题，所以与其说一个那个。我不如用好奇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比较正向，否则的话你就老是来找茬，对不对？别人都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个问题？不好意思，我是好奇宝宝。对，所以我跟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有问题就会有联系，然后他们也都会有两边都有正向，那他们就告诉我说你可以怎么样做，然后我自从我知道可以这样直接好强，然后就放上去，那我所有的问题都没有。OK， 所以目前在使用上其实没有什么困难的。在 PayPal 上还是有一点点困难，但是他们答应说，他为了我先做那个改善，因为我在去年他们曾经有这样一个真的就是说啊，你对这个。PayPal 使用上的我们还那煞有介事的，大家在那讨论，分组讨论，然后又怎么样。那结果他们最后说，哎，好奇宝宝，因为你的问题就你那个人有，就我一个人有。资料夹那个问题，分类的那个。嗯，因为在 PayPal 上面有的发文吧。哦，对。
认真，很认真。因为我的那资料讲太多了，就是所以当我每次要找东西，然后它的字又很小，我每次这样就找到哪一个是我的匣子才能放进去，对我来说是。实在是很难过，字又小，你知道吗？可是现在改了，就是说你只要打，因为我大概都知道我下的是什么，所以我只要打一两个字，它就会跳出来跟这两个关，所以我马上就可以。但是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的分类实在是多到我自己都烦了。所以我建议说你可以分成两个阶层或三个阶层，譬如说我的那个广西的地址已经300多篇了，所以如果我可以把300多篇做成两个阶层或三个阶层，那我就可以更很精确的，这个是会议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就是有关于资料的，就是什么，我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但是你一个里面的山脉片怎么找呢？对不对？所以我还是希望，虽然刚刚说的那个，我拿到一个写一个新闻的时候，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的放进去，但是当我要找的时候还是很困难。你想300多分钟怎么找？10分钟哦，是。还没到了，不过我们可以11分39秒 ，OK。